Hello，大家好，I'm Ken。今天我要讲一下力扣236题的 lowest common ancestor of a binary tree。这一题呢是 Gram 75 V5 的第五题，快结束喽，第五周快结束。好，这一题题目叙述也是不复杂，那我大概讲一下，它会给你一个 tree，然后呢，这个 tree 呢，它又会给你两个节点 P 跟 Q。你要找到这个 P 跟 Q 的共同的祖先节点，在这个 tree 里面。例如说5跟1，它们共同的祖先节点，最小的祖宗节点是3。那假如说如果是这里5跟4的话呢，最小的祖宗节点不是3哦，是5本身啊，因为5还可以包含5，然后它下面有4，是最小的祖先节点。OK，好，那这题要怎么做？这题。这种 tree 的题目通常都是会重复跑嘛，所以你通常是用往 DFS 的方式去想，就是你同一个 method 你会一直往深度去执行。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第一步，if root 等于 null，或是 root 等于 q，或是 root 等于 p，我们会回传 root。好，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因为你要想，你们会重复执行的这个方法嘛？那你如果跑到八的话怎么办呢？跑到八，它再往下执行的话，是不是就是 null？那我们就不要了嘛，我们就回传 root，告诉它这是 null。那如果我们跑到 p 跟 q 呢？我们是告诉它我们不要了，因为我们就找到那个节点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往下找喽。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假如说我找到了一个，假如说这边不是写五四在同一边吗？那我们这边找到了五，就不继续往下走了。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同时往左跟右两边去找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这边找到了五，回传了 Q，那这个一呢，回传的时候没有回传回来，那是不是代表说 P 一定在这五下面？那我们的最小共同的祖先节点是不是就是五本身？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东西就可以回传了。这个部分需要想一下。OK，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简单了，tree node 左边 left 等于 new tree node，然后这个东西这里面写什么呢？root 点 left，然后 p，然后 q，这样就完成了。我们把这个复制起来，然后把这改掉，right，这里改成 right，OK，这样就好了。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已经跑完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就要判断说，什么时候会最后会停止嘛？对不对？那就 if。root 不是 root left 不等于 null，然后同时 right 不等于 null。大家看到这个没想到什么？当左边跟右边都不是 null 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说 p 跟 q 都找到了，而且刚好在左右两边？那我们就回传 root 就好了，就回传 root，这样就是我们答案。OK，好，那继续 else，那如果这个两个有其中一个是 null 怎么办？else，然后呢就是 if left，好像应该可以不用这样写，直接 else return 就好了。Return left 不等于 null，那我们就回传 left，要么就回传 right，应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哦，这也是 left，这也是 right，OK，帮我看。诶，这里有打错字吗？Cannot find tree node。哦，我刚刚
这里为什么打 new 啊？这样就好了。OK， 这样就完成了。这刚刚这不是一个 new 一个东西哦，只是不知道就是顺手打 trino 的时候顺手就打了一个 new 上去，它其实就是单纯就是 call 这个方法而已。OK， 好，这样就完成了。然后 submit 的话，我才刚 submit 一次，因为先自己做一次，免得说录影片的时候出错了，就很丢脸了。OK， 好，十分钟前。OK， 这方法是 OK 的。我再大致讲一下这个的步骤。首先呢，你要想这个东西，这个方法跑到最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回传了？你就不能继续往下跑了。所以呢 ，root 等于 null 的时候会回传。然后 p 跟 q 的时候，我刚刚讲过，找到 p 跟找到 q， 你就可以不用继续往下找了，你就回传就好了。因为当如果你的 p 跟 q 是分开两边的话呢，两边都会回传回去，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回传那个 root 就好了，就回传这个3就好了。然后说5跟1他们同时都会回传一个值回去，那我们就回传3就是答案。可是当这边回传的是 null， 这边回传的时候是 p 的话呢，代表说这个 q 呢跟 p 呢一定在共边。那这样子的话呢，其中一个先回传那个一定是它的那个 ancestor 节点。 OK， 所以这边是 p 或是 q 其中一个只要达成了，我们就回传 root。 好，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如果两边都不是 null， 代表说 p 跟 q 不共边嘛，那我们就回传 root。最后假如说有一个是 null 一个不是 null， 那我们就回传那个不是 null 就好了。 OK， 那就很简单咯，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在这边结束。我有讲错或讲不好，还有任何想问的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哦。就这样，拜拜。